是陆婷，大家可以叫我大哥。我是大哥，好多年。谢谢，然后谢谢。谢谢。这两个月呢很辛苦，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个非常好的经历。因为这两个月，然后带来了这个舞台，然后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过来欣赏我们的表演。然后我们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，然后我们让下面的成员来介绍自己吧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